超级网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。喂，这一球裁判吹进攻犯规，搞笑，让教练正大眼睛。昨天也有十分的紧张，对，好，哦，好球。正面的部分一定要再让自己更积极一点，因为说真的，一个矮个子如果没有外线的话，就会非常的让人家针对性的防守。哦，说这一球我已经掉在篮筐上，刚刚就应该要飞起来。好球，好球！好球，上半场要来到快五十分的分数，主要就是三分球两边有一点在不同阶段轮发的感觉，可能手感是会传染。这就给泡泡这一热了，泡泡给掏掉，前面快攻机会，三个打两个，四个两个机会，肖顺义的。交给李佳瑞先来持球，做给高国豪来做一个高位的挡拆，然后哇，最近的球队压迫是必须要有的。哇，这球漏掉换左手，两分。紧要就是，尽管前一段时间有点脑出血，没错。这球好球，哇，双位的放上是双位，两个比较矮小的阵容，怕被打脸。哇，高国豪。突然间又来耍了一下，这七分都在这一节，能够用这个最多的分数的方式拿分哦。6-7、5-7，双方赛事位是十分差距。张根宇今天也攻下了11分的，包括3个3分球。是。那个小孙颖。领航员稍微有点放对方位置。对。碰碰马上得分给我们看，而且用他招牌的小勾手将功折罪一下，这边高国豪马上也翻也正，不用主打碰碰，主打我就可以了。他的确动起来打还是蛮有他的是的危险性。高国豪来尝试外线一个，好，再把时间放慢下来，只有5秒左右的攻击。哇，这个传球假动作竟然是一个幸运的三分球，没错，原本还想生气说裁判没有吹犯规。